等了半晌，仍不见人，恐怕是南兵虚诈而已。嗯，再等何时，我等收兵回营可否？收兵吧。嗯，收兵。 征战一生，未曾见过如此阵法。嗯，准备放箭。 丞相，我等大败而回，向丞相请罪。不怪你等，我在隆中之时，就知南丁有驱兽之法。此次南征，以备下破此阵之物。明日待我亲去迎战。是。 坐的便是诸葛亮，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。哼，大王放心，我擒此人如擒羔羊一般，待我去会他。丞相，千万小心。 追击，直到孟获老巢。